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是故博闻诸志士，应信我教如实言。从这两句偈里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？ 佛陀的苦口婆心已达到极处。写到这里，眼前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画面：一个端着饭碗的母亲，在追着一个孩子喂饭。孩子不听话，绕着圈跑。孩子跑，母亲追。 好不容易追上了，母亲把一小勺饭送到孩子嘴边，孩子却喷了一口吐出去了。母亲无可奈何的摇摇头，说了一句：“哎，孩子，这么好的饭，你怎么就不吃呢？” 孩子不懂慈母心呐、啊。佛劝导那些听闻很广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应信我教，相信我的教化是如实之言。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 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。佛说此人真善有。这是第八首偈。这四句作为收尾句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如是妙法。 就是指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《无量寿经》是妙中之妙。这样书上的妙法，你能听到、闻到，听到的浅一些，闻到的深一些。 应常念佛而生欢喜之心，自己信受奉持，又以此经劝化一切众生。佛说，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善友。善友就是善知识，这是真正的善知识，真实的善知识。 他不但自己出生死流，还广泛去度拖在生死流的大众。佛说，这些人是真正的善知识。请看印光大师开始示：，末世众生，欲于现生了生脱死，若不念佛。 求生西方，决定做不到。何以故？以无力断惑故。念佛求生西方，丈佛慈力，未断惑者亦可往生。既往生矣，惑业苦三，悉皆消灭。欲如片雪。 当于大野鸿炉之上，未至而化。以西方，乃佛菩萨境界。凡夫到此，凡念不其断而自断。第四十七品经文讲完了，下面归纳一下要点。 第四十七品经文要点。这一品经文有六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为什么我们能在如此乱世闻到如此殊胜大法？不是偶然的事情。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。 以曾供养诸如来。第二个要点：哪些人不是无量受精的当机者和受持者？造作恶业的人，供高我慢的人，懈怠懒惰的人，邪知邪见的人。 第三个要点：受持无量寿经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过去生中，曾于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处种植善根，有救世之心，有救世之行。 发心续佛慧命，救度苦难众生。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流通无量寿经，弘扬净土念佛法门。赞演供养无量寿经，一心求净方。劫难现前，不惊不怖。 第四个要点，为什么说如来深广智慧海，唯佛与佛乃能知？难信之法，极难信。我们没有智慧，这部经是佛从圆满智慧中流出来的。等觉菩萨智慧不圆满。 都不完全明了，所以唯佛与佛乃能知。第五个要点，你怎样理解“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”这两句偈的含义？第六个要点，为什么说？ 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极其殊胜的文具。它殊胜在哪里？你怎样理解行超普贤的？下面讲最后一品经文，《文经获益第》第四十八。 这一篇经文是举义流通，列举修学所得真实利益，普为劝勉。文经获益，是闻到这个经得到好处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尔时世尊说此经法。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，那由他一众生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；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。这段经文先介绍。 得小成利的有哪一部分众生？娑婆世界众生，天上人间共有一万二千那由他一众生得法眼净。什么是法眼净？能辨别是非，能辨别真妄。法眼是菩萨之眼。 能够清楚地见到一切法妙有的道理，为五眼之一。法眼镜有大乘、小乘两种。小乘是出国，大乘是出地。这个经上是两万人，但参加法会的不知有多少。 这么多人离开尘垢，跟尘垢污都离了，得法眼清净，见四谛法。对于四谛苦集灭道法，真正见到，见了四谛，出国就断见惑。二十一众生。 得阿那含果，这是小城的三国，也叫不还果。正得阿那含果，不会再到御界来。虽然没有出三界，他住在四禅的五不还天，在那里修行。六千八百比丘，诸漏已尽。 正阿罗汉果，这是小乘的四果，超越三界，不会堕落。漏尽，只见思烦恼断尽，故说心得解脱。在这一段经文里，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认识问题。有人问。 为什么佛说大乘法，闻法的人却得小成果？净影书解释说，这些众生听说娑婆世界这样秽恶可厌，生的厌离心强一些，得小果。朝鲜的景星也是这样说法。 也是大家断货的程度。听了这些法，剑上没有疑惑，就是出国。对于上界、天界的私货都断尽了。断货的水平是阿罗汉的，剑可以是大成见，断货是正。有了这个剑。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发大成心的人。为什么还有生闻？因为断惑只达到这个水平，断就是正，断了就再不起来了。所证所见应该是有区别的，上根力气一见就正了。 绝大多数还要分两步，先解决见，才有修，才有行，才有果证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。 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，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，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，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。比如来土，各于一方次第成佛。 同名妙音如来，复有十方佛刹。若现在生，及未来生，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巨之，拉由他人，则受记法人，成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，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。 聚德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段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分八个层次来说。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。这是讲大成所得的利益。 大成根性文经则得大成利益，小成根性文经则得小成利益。所以，听经得什么利益，与自己根性有关系。以弘世功德而自庄严。大愿的庄严，是住不退转，行不退转。 不会退到小乘，大乘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这是什么菩萨？以通途法门来讲，这是原教初住菩萨，是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的三不退位菩萨。修此法门成就不退转菩萨。 有四十亿之多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。这两句经文所说的境界，比前面说的三不退位菩萨更高。不退忍是无生法忍。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。 佛在《人王经》所讲的“无人为菩萨始为信人”，信任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。由此可知，这里讲的不退忍的二十五亿众生，说的是地上菩萨。前面所讲的四十亿。 是三贤位菩萨，实住、实行、石回向。从初地到等觉菩萨位次的有二十五亿人，这是大成人往生。四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，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。 从这几句经文可以看出，发菩提心是件大事儿，在经中都写一笔。四万亿那由他这么多众生，在过去没有发菩提心，听到净土法门之后才欢喜发心，种诸善根。 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。这段经文说的，既不是声闻，也不是菩萨。四万亿那由他得益人数相当可观，比小成得法眼镜的人还多。我们既不是菩萨，也不是小成。 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一类？在没有听到净土念佛法门之前，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，众诸善根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。真正觉悟的人，应将这件事情。 当做自己这一生生命的第一件大事。这一生到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就是求生净土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要见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发心。皆当往生彼如来土。 这一句经文太重要了。这是佛在为我们受成佛之际。一切众生只要依此经典道理方法，遵从佛的教诲修行，将来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见阿弥陀佛。 如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各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”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不必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一个世界。 只有一尊佛。我们到哪里去做佛？到极乐世界以外的他方世界去做佛。再会这么多人，将来都先后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，复有十方佛刹。若现在生。 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具之；那由他人得受尽法忍，成无上菩提？还有十方佛刹，现在正往生的，即未当生见到阿弥陀佛的，各有八万具之。 那有他人得受尽法忍，得到佛的受尽。受尽有四种：一未发菩提心受尽，佛已经给你受尽了，将来你一定能发心；二已发菩提心受尽。 给你受记，三引父受记，别人知道，自己不知道。第四现前受记，正是佛前，你也在这儿，清清楚楚给你受记。这四种受记，只要得到任何一种，都叫做。 得到受记，这么多人都得到受记，都得到法忍。上面得不退转，是念不退；住不退转是行不退。这个地方得受记法忍，受记成无上菩提，比诸有情。 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具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些友情都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过去生中的愿力，过去生中的因缘所感，都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唐毅这句话更清楚一点。 八万亿那由他众生，得受记法人，成无上菩提。比无量寿佛，心行菩萨道时，成熟有情，悉皆当生极乐世界。那么多众生，得受记法人，成无上菩提。 是无量寿佛在过去没成佛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所成熟的友情。佛已经教化大家，使大家善根成熟，这些人都当往生极乐世界。一切法从因缘生。 这些众生，在过去生中，得阿弥陀佛成佛以前，因地中的相遇，得到教诲。现在善根成熟，无上的圣远，有多生以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，曾经听闻，闻思而修，如是发愿。 如果有正的思维，正的愿力，印在八十心田之中，如石金刚，决定不消。这是无上殊胜的善因缘。现在弥陀功圆果满，成究竟觉，于是因缘都成熟，蒙佛威力摄受。 都得往生极乐世界，因过去的种子成了现在的因，现在又蒙佛的威力加批成为缘，因缘都具足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。有因还要有缘，过去种下这个根，有因了。 自己又发了这个心是因，遇到许多善缘、助缘都很重要。要不是这个种，就种不出这个东西来。你要是这个种，唐朝的这个莲子，现在长出莲花来了。以前没有放在水里，没有这个缘。 因是不灭的，水一土保护的很好，就开花了。所以，我们想到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往生的那么多，无量无边，正是表达了阿弥陀佛在因地成佛以前，在无量劫中，在生死海里教化种种。 众生有这个因缘，成就善根，得到往生。我们自己今天能够闻，能够信，肯定弥陀在过去劫中，曾经追逐我们在地狱中。阿弥陀佛，在那里救度我们，教诲我们于火宅之内，三界无安。 犹如火灾，他在大火灾中救度我们呐、啊。舍受不舍，劝导不休，不疲不厌，不惜和我们共同轮转六道，共同发菩提心的人，有一个堕落了，那些不堕落的人，总要去度他，就要追到地狱去救他。 佛菩萨不舍一人呐、啊，这是大乘佛菩萨的心，行者的心就是这样伟大。佛菩萨对我们众生就是这样。但愿我们能有个机会，一念回心，知道过去错了，一念回心，不可思议。 就怕老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，那就表示你若干年以来从未得到真正的进步。这种一念灰心，感谢佛的恩德，善根才能增长。佛恩浩浩无量大，千言万语难表达。 讲稿写到此处时，感得泪雨纷纷下。弘扬正法路艰难，千难万险涌向前。我为净土鼓与呼，粉身碎骨也心甘。千锤百炼成真金，我愿化作九品莲。 恩师，恩师，请放心，弟子一定回家园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，富有诸天与虚空中。 作妙音乐，出随喜声，乃至色界诸天，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。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尊者阿难、弥勒菩萨、七诸菩萨生闻，天龙八部、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 信受奉行，耳时就是佛讲这部经的时候。现三种瑞相。第一种瑞相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。此乃听闻者人心的震动。听到这一部经，欢喜无比。 无量劫以来，在六道生死轮回中煎熬，今天找到了出离的机会，心生大欢喜。第二种瑞相，现种种稀有神变。佛教在瑞相不做过多描述，一语带过。 第三种瑞相，光明遍照，接引十方众生同生净土，同源种智，同成佛道。为什么三次献瑞？为给我们做证明，让大家对净土念佛法门升起信心，对南信之法。 一定要生诚实信，才能真正受益。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为什么欢喜呢？无量寿经超说，欢喜原因有三：第一。 说法者清净，说此经者，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说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,自在。释迦牟尼佛是法中之王，于法自,自在。说者很清净，于法很自在，所以皆大欢喜。 第二，所说的法清净，所说的种种功德，都是一个清净句。医正种种庄严，入一清净句，都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所说的法清净，所以皆大欢喜。第三。 德国清净，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全体理性依教修持，横出三界，原生四土，静灯不退，究竟成佛。这是德国清净，因为这个清净，闻者得无上意，所以皆大欢喜，信受。 奉行，请看印光大师开示：念佛一法，乃如来普度众生之特别法门，三根普披，利顿全收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不能出于其外；下至逆恶众生，亦。 可入于其中，不断获业，得遇海会，易得往生，定证菩提。而况末世众生根基漏裂，不依此法，其何能书净土法门？大纲在信愿行三，修持之要。 在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无需多说，依此例行，则自可亲得其意义矣。若欲做大通家，或知将现生了生死之法置之度外，则可怜可悯也。真如法性。 本无生佛繁盛之名，圆觉妙心，岂有人天生降之相？只因迷真逐妄，寻流望源，遂至六道轮回，永结无已。大觉世尊特垂哀悯，是以本有之家乡。 早已归元之捷径，即谈净土，普劝往生。若能念兹在兹，持佛名号，日久月深，立即功存，自然能所俱寂，心佛两忘，不离当念，亲证三昧，彻了自心。 扩大种池，如是，则上住娑婆，变作弥陀之真子，未生极乐，以为大势之良朋。纵令根基劣弱，未克真此，亦可现世福身受永，谦祥垂及于绝功。 临终，圣迎，佛迎，常皆悠游于净土。我至亲至爱的同学们，读了印光大师的这两段开示，你不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吗？第四十八品经文要点。 这一品经文有八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哪一部分众生是得小成利益的？他们各得什么样的果位？娑婆世界众生，天上人间，有一万二千那由他一众生得法眼镜 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，正阿罗汉果。第二个要点：为什么佛讲大乘法，文法的人却得小成果？结合实际说明这个问题，同学们可以开展讨论。 第三个要点，得大成果的有哪些菩萨？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圆教初住三贤菩萨。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。 不退忍是无生法忍，是地上菩萨。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，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。我们既不是菩萨，也不是小乘，属于这一部分里的众生。第四个要点。 皆当往生，比如来土。这句话重要在哪里？佛为我们受成佛之际第五个要点，得佛受记有哪几种？有四种：未发菩提心受记，已发菩提心受记。 引父受记，现前受记。第六个要点，大乘菩萨的心行是什么？不舍一人。第七个要点，佛讲无量寿经现了几种瑞相？为什么现瑞？为什么欢喜？ 现三种瑞相：第一种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；第二种，现种种稀有神变；第三种，光明遍照。为给我们做证明，让大家对净土念佛法门升起信心。 大众生欢喜心，原因有三：一、说法者清净；二、所说的法清净；三、得果清净。第八个要点：印光大师的开示，对我们修学《无量寿经》有何指导意义？ 结合实际，谈谈你的个人体会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